是是啊，是是啊，让大家看看真正能够听懂人话的狗狗是什么样子的啊！真正能够听懂人话的狗狗，主人手是不能指的，要听懂人话的啊！是是啊，把后面柜子里的棒冰、前面柜子里的板刷、冰箱里的鸡蛋，通通给爷爷放抽屉里面，开始啊！好的，思思真棒啊！接下去来，思思啊，把所有的东西通通给爷爷放回去。看到没有，有智商会思考的狗狗是什么样子的，看到没有？他自己把棒冰换出去了，是吧？他知道这个棒冰，这个刚才这个板刷应该是放后面的柜子的，所以他自己拿回来了。关掉了，把所有的门关门了，可以了。把抽屉门关掉，柜子门关掉。好，思思真棒，现在知道了吧？什么是有智商会思考的狗狗？这就是有智商会思考的狗狗啊！知道自己东西拿错放错位置的时候，它自己会拿回来的，不用主人下口令的啊。好，真棒，思思。